日有一日，威灵将丧，洪波倒海，龙现祸殃，恶目毒会，伤毁灵伤，皆比阴魂，何日可彰？劫耳天命，何其有常！ 是杜若，是东周城邦联盟派来的使节，第一次上庭请来对抗灾厄的贵客。 宇宙洪荒，罗盘一转，霉运走光。听见了吗？聚光灯会一直闪烁，掌声和欢呼也将永不停歇。妖鬼的血肉终将吞噬我的理性，这是每一个黑剑的宿命。 别摸了，这不是纹身，就是个袖套。来，张嘴，这是对您乖乖听话与配合的奖励。